G2G 舊衣身上循環系統是一條迷你生產線，將舊衣消毒處理，循環再造成新衣。整個過程無需用水，無需染色。系統分為八個工序，在一個40尺貨櫃內進行。首先，工作人員會將舊衫放到臭氧消毒箱內進行消毒除菌，然後纖維開鬆機將舊衣物扯碎成沙線和纖維火粒，跟住以切碎的物料被分割成纖維蟲，清棉機會去除衣服在纖維蟲上面的雜質。系統將纖維蟲梳理成方向一致的纖維，形成纖維網。系統將纖維網匯集成條後，再將多條纖維條拼合成條幹均勻的直條狀拼條。工作人員將多條纖維拼條放入高速轉杯中加捻仿成單砂，兩條單砂被捻合成雙砂，再將雙砂放入捻線機製成鼓線，以增加強度和平衡扭矩。最後，系統會採用全成型織機嚟織造新衣服，或利用橫機嚟製作針織布片。G2G 舊衣身上循環系統設計小巧，容易安裝，整個過程可於一個標準40尺貨櫃內進行。系統設計擁有抗震、消減噪音和除塵功能，以減低對附近商鋪所造成的噪音和滋擾，因此這套系統適合設置於購物商場等社區空間使用。無水生產工序更大大提升系統的環保效能。基於以上功能，這套系統可供世界各地有興趣的機構，如時裝品牌或零售商隨時採用。首个 G2G 舊衣身上循环系统于2018年在香港设立，展示了怎样将舊衣服再造成干净全新的衣服。市民不单只能够观赏整个制作过程，更可体验崭新的循环回收再造技术，并从中得到启发。